店，我应该是隔了很多年过后才去新加坡表演。这次我要拍 Europe， 我去新加坡表演，到底有没有人来？不管有没有人，我都要把它记录起来。OK， 有人 ，OK， 大家一起开心。如果没有人 ，Never mind， 我就把它记录成一个警惕自己要更加努力的一个 vlog。今天会把这个过程拍给你们看。OK， 到酒店了。那现在在等 check in。看我的 channel 呢，新加坡人有7000+，差不多14000的人有关注我。你看我 post 这个今晚8点，我会在 Marina Bay Sands Open Stage 演出，而且已经讲了是公开场合，任何人都可以来。所以我就看一下到底我 YouTube channel 有没有帮助到我能够到国外表演，会有人来看我。因为我曾经呢有一次在我自己的地方 KL 举办一个签唱会，那时候我还是一个牵头者，所以没有人来，然后我在后台自己默默流泪。这次我不会，我勇敢面对，有没有人来我都拍下来啊，这样才是 steady 的嘛。所以今天的 vlog 就这样啦，我会把今天在新加坡的过程拍给你们看，重要的时刻在网上。现在我们1:30才可以 check in， 所以距离还有1小时，我们就在叫 Anson 的地方到处走走。作为一个马来西亚人来这里一定要去的地方有没有？不要那些旅游景点啊，我个人不是太喜欢旅游景点，因为我不喜欢太多人，那我平常都是躲在房间自己一个人做音乐，这样我有点孤僻。我们叫了什么字给你们看？哇，你看到了没有？五楼哎，这个 pancake 是什么行头哦？你看到没有？短一短一嘞。喂，什么姜怕丢在里面？看一下新加坡 pancake 有没有特别好吃？现在我们来试试芒果口味的。哇，很松软，感觉好像舒芙蕾一样 ，very good。让我们尝一下这个巧克力口味啊。嗯。现在正式要进我的房间了。哇，这个就是我的房间啦！一定要来看一下这里的 view。那个游泳池是对面的，能看。不能游，至少我还可以看到海啊。OK， 我现在已经装扮好，等下有一个访问，还有彩排 ，Let's go！ 哇，这是什么建筑来的？这样厉害的！哇，新加坡好陌生啊，这个地方。哇，这个建筑物可以啊，为什么斜斜的？好 artistic 啊！哇，这边不拍照真的对不起自己了。我了哎 ，indoor 都可以这样跟那个大自然结合到这样漂亮。那来这里是不是拍很多照嘞？现在我要去一个地方做访问，这些我可以拿回家吗？嗨嗨 ，yourself。这首歌我当初写的时候，就是很多东西你想做，可是你一直力不从心，又或者是身边的人不看好你。有些时候呢，是你的想法独特，这些人有同样这样子的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抱着随手不可能的态度去先把它做出来，靠自己的能力，怎么样都好，多辛苦都好，都要先把用叛逆的一种心态，好，你们不相信我没关系，我靠我自己做出来，我做出来的钱。我觉得身边的人才看到你看到的东西，他才可以在support你去完成更大的东西。访问完啦，现在我要去彩排。今晚我就是在这里表演。没错，就是前面这个舞台啦！哇，我今晚在这边表演呢，我对着海表演。问题是哦，这样空旷的地方啊，真的会有人来？我开始怕了喂。我非常怕，不管怎样，我还是会 promise 你们，不管有没有人来，我都会拍给大家看。不好就警惕自己，更加努力。好的话就留个纪念啦。对一个马来西亚人来这里表演，有很大的压力的。奥斯曼，来。OK， 这样我应该今晚不会没有人吧？是不是？
因为才拍完了，那个声音真的很好唱哦。你看我声音有点沙了 ，But it's okay。这个是开声，我通常一唱歌，一般都是一首的话，我的声音就马上沙。然后他是今晚的另外一个演唱家 ，Hi，Nice to meet you，Good to see you。听说他是自弹自唱，然后很棒的一位歌手。现在再继续带你去看那个碗，我觉得很特别。你看，哇哟！这样奇怪，怎么它会一直这样子转呢 ？OK 啊，来。今晚应该会有人啦哦，这样子，昨晚四个人来给我拍照了耶，对不对？对，我经纪人跟我讲，我们站在准准正对面的话，我小小声讲话他都听不到，基本上啊，你看我现在讲话是不可能听到的，他听到我讲话没？真的哦，你小小声讲话，你讲我名字。听到哎、欸，真的嘞，这样神奇啊 ！OK， 我现在小小声跟你讲话啊。OK， 看你听到没有啊？你这个死八婆！那声音可以沿着这样子飞过去啊。OK， 去休息，然后晚上表演给大家看。刚才我们在选要吃韩国餐还是要吃美国餐，结果我选美国餐，因为韩国餐到哪里都一样啦。那美国餐每个国家不一样的啊，那是要 try try 吗？我们就来看看马来西亚跟新加坡的美国餐有什么分别。叫这个 Samurai Burger Chicken， 它是有点滑滑的黑色酱酱，还有它薯条有的这个 seaweed shaker 真的很好吃，比马来西亚好吃。现在我们要 try 一口。Samurai 有一种特别的味道，我觉得它鸡肉就很滑的。我已经穿好我的战袍了，等一下就要揭晓答案，到底有没有人来看我？不管答案怎样，我还不会怕的。等下你们就跟我一起见证这个神圣的一刻了。现在我正在一步一步走到去刚才那个台那边，看我这边必咬一粒蚊子，不要弄我紧张，可以吗？OK， 紧张哦，答案要揭晓了哦。总之今晚我的任务是，不管有没有人，我都一定要把歌唱好，这是作为一个歌手最基本要做的东西，把欢乐带给大家，把音乐带给大家。紧张了，前面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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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et's go. Hi, Singapore! Can I get your applause? Because I know Singapore is very hot, right? So let's bring up the stage. Let me hear your voice! That is what I'm talking about. So the first song I will write.Okay guys, this song is my album. The name song is called Rain On Me. I hope you guys enjoy. Just let it rain, rain on me. 他们说我不可能，他们只会抹杀我们的认真。就让我抬手偷听你。It's like one and two, one and one two. 就让我抬手偷听你。不可以为了你证明，故意放逐我自己，因为我爱着你，因为我爱着你，继续狂妄。烟花就为了他们的8月9号庆祝国庆日，一
以前试眼放烟花，然后揣一揣那个烟花会不会有问题啊？太夸张，人生第一次看到这样完美的烟，就在我面前这样大，你看，哇啦，我一定要拍给你们看。我是应该没有什么机会来参加新加坡的国庆日，可是今天遇到这个太刺激了！表演完了，现在前面有两个是可以顶干的。你们不要这样怕咧，你会弄到我很紧张哎。OK, thank you, 拜拜。下次见，拜拜。OK, thank you。啊，终于回到酒店了，来到新加坡表演，我真的非常谢谢所有新加坡人有看我的 vlog, 然后听我的音乐，我会继续加油，我会继续做更多更好的音乐还有视频给你们。这次呢，我觉得我的心还是觉得蛮安慰的啦，因为看到很多人来 ，I mean 比起我上一次7年前去表演是没有完全没有一个人认识我，那这次至少来，有拍照这样，非常谢谢你们看我这个 vlog, 记得还没有 subscribe 的朋友呢。记得一定要 subscribe 哦，我们下个影片见，好不好？ See you in the next.